宫颈口闭合度很好，脐带血流呢也一切正常，没什么问题。快37周了，孩子也已经入盆，这段时间啊，随时都有可能生。我看这书上说啊，37周也就算是足月了。这段时间，来，先喝水。这段时间你可千万小心点啊，哪儿感觉不舒服，咱马上来医院，听了吗？知道了，没有那么夸张。是啊，也没必要过于小心。每天啊，还是要保持半个小时的走路时间，这个呢，对自然分娩很有帮助的。好的，知道了，医生，谢谢啊。听到没有？也行，那你就等我下班，下班回来之后我陪你走，你自己一个人别瞎走啊。好，听你的。你送我上去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你迟到了。没事儿，送你上去，走。不行，你这一上一下的都耽误功夫。你最近老迟到，你师哥该说你了。哎呀，不差这一会儿，走吧。行了行了行，哎，走吧。玉剑，妍妍不见了。啊？什么叫不见了？慢点吧。他进屋，人没了，手机也关机，打不通啊。你不是不让他出去吗？是啊，去街道开会嘛，几个人围着我说了一会儿话，回来我推开门，没了。妈，您别着急啊，您跟果果上去，我去找去。我在家也待不住啊，咱们分头去找。果果，你先上楼吧，有饭啊。我接新公园啊。啊，行，你先上去吧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哎呀，你就别添乱了。不是，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你们是真敢瞒呀，还瞒我这么长时间，我要是早知道，我早收拾他了。看你这反应，幸好没告诉你。哎，对你们保密也是为了妍妍。我那天跟他聊了，聊得挺好的呀，怎么就变卦了呢？这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。不会是安德鲁又回来找他了吧？他要是再敢出现，我打断他的腿。哎呀，你现在说气话有用吗？我是怕妍妍见了安德鲁，他又情绪失控，这不然也不会到现在都不回家呀。哎，就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你说他会不会是去唐河桥了呀？我们小时候不是经常在那玩吗？行，去那看看。老婆，你慢点啊！啊，妍妍。妍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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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公，是不是那个？你嫂子都跟我说了，是不是安德鲁来找你了？你说你啊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有事你告诉你哥呀，哥替你出头。是啊，妍妍，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，我们一起商量啊。那个王八蛋回来了，还带着个女人。那个女人比我老，但是比我有钱。愿意给他买房子，愿意给他生孩子。哥，你知道吗？安德鲁在美国的房子，那根本就不是他的，所以他一分钱的财产都没有，我也一分钱都分不到。如果我不跟他离婚的话，我还要陪他一起还债。爷爷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哥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，哥回头就找他算账。我们先回家吧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好不好？别待在这儿了。是啊，妍妍，咱回家。有什么事儿，我们陪你一起扛。
好啊，张小琴，这么大的事你竟然瞒着我你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，还逼着，还逼着妍妍把孩子生下来，你是不是觉得妍妍过得不够苦？你喊什么呀喊？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呢你？你现在知道要脸了，晚了。妈，回来了，你上哪儿去了你啊？电话也关机，问你话呢。 不舒服啊，妈，妍妍，妈，先让妍妍休息吧。休息吧。这他去河边干什么呀？还能干什么？想不开了呗。我现在还行，没什么大事了。 那这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明天就去找安德鲁，让他赶紧滚回美国。刘姐，基本上开始你就在沙发上，帮我看着他，我腿脚慢啊，千万别让他大半夜的抱着去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千万帮我看着。行行行。 怎么了？还难受呢？这最后一个月怎么这么难熬啊？哪儿哪儿都疼。要不咱们试试呼吸法，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？嗯。哎。怎么样？没有。没事了。 你在这陪着我，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。行。哎呦，但是我在门口得看着妍妍，别一会儿不盯着她，她再偷跑出去做什么傻事啊？对啊，那你赶紧去客厅待着吧。那我门虚掩着，你有什么事你就叫我。我去了啊。 怎么疼得这么厉害啊？我这一阵一阵的疼。哎呀，要不我给你按按？不用，我就这么供着还好一点。啊！我现在给你看看时间啊，要是每10分钟、15分钟疼一次，咱们就得赶紧去医院了。老公，这不会是要生了吧？好怕。别怕，老公陪着你呢。嗯。 要不咱们下地走走，来，慢点啊，慢点，哎，慢点，嗯，等一下，嗯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都几点了不睡觉啊？妈，果果可能要生了，啊？ 不会吧？你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呢，果果哪难受啊？就是哪哪都疼。嗯，孩子大了，在肚子里折腾呢，早点睡觉啊，没事儿。遇见。啊，早点休息啊。啊，老公，我不想走，我想坐下。好，来，坐下来啊。啊，啊，疼。 啊！妈是过来人，她有经验。她说没事啊，那应该真是正常情况。
你给我滚！玉姐，爷爷，妈，怎么了？爷爷，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，爷爷，你急了。爷爷，你老公急，你给我滚了！你打120啊！情况怎么样？血压正常，羊水已经破了，宫缩不规律，宫口才开了3指，胎儿随时有窒息风险，赶紧进手术室准备剖。你的家属呢？正好家属签字。是我的孩子吗？胎儿缺氧，新生儿有窒息的风险，要立刻进行手术。你的家属呢？我没有家属，我是一个人来的。吴医生，这个病人是一个人来的，还没有家属。那让他自己签吧，马上上报医务科。大夫，我妹妹怎么样了？还在昏迷，医生正在全力抢救中。妈，坐坐坐坐坐，来，起住啊，保持清醒，你签个字。
喂，爸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健健啊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呀？我不要生了，一个人去医院了。马上给你上麻药了，你放轻松，不要激动，不然血压一高会有危险的。放轻松，来，深呼吸，呼吸，对对，放轻松，千万不要紧张。雪明，你为什么辞职不告诉我？这么早回来，马上啊！电话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就一个菜，马上。来吧，开饭了。别这副表情嘛，你应该为我高兴的。我辞了职，大把的时间可以陪你。我可以学习美食，我可以出去运动，可以去打打球，多好啊！嗯，你让我怎么高兴啊？你这个人真的太坏了，你就是想让我内疚。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，一点都不意外，也不突然。为什么呀？对公司而言，你更重要；对我们而言，我走损失不是更小吗？其实，不是这样的。总经理这个位置很难做。特别像坐在一个火山口上，要处理很多集团公司内部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一旦处理不好，他们就会让我滚蛋。那我为什么不借着这个机会一走了之，很潇洒？那陆董为什么跟我说，你是为了我才辞职的？我当然要考虑你。你跟我不一样，你找工作不容易。你这一路怎么过来的，我很清楚。所以综合下来，我离开对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更有利，好吗？我们结束这个话题。来，你吃饭了，宝贝儿，来。啊，香辣土豆丝、虎皮尖椒，还有这道最难做的水煮牛肉。别！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我是觉得你现在就算是找个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。谁说的？不出三天猎头就会把我的电话打爆。嘚瑟。好啊，如果你要实在过意不去，那你就努力工作，快点升职，然后挣更多的钱，养我。再养不起你。养不起。尝一口。怎么样？巴斯蒂恨，巴斯蒂恨，一点都不标准。再来一遍，巴斯蒂恨，巴斯。你这个豆瓣酱过敏的人没有资格吃这道菜，不许吃。巴斯蒂恨，过敏药。嗯，还差一个汤。是吧？哎，他知不知道那个视频是你拍的呀？知道又如何？还能把我怎样？薛总为了他辞职，他还好意思下来吃饭？我看呐，薛总对他也就是玩玩而已。你看群里说的吗？薛总一走了之，就是为了找个借口把他给甩了。你们好。好像是这么回事。薛总好，坐。对，我已经不是总经理了，所以以后不要再称呼我薛总。继续吃饭吧，我就是来找我女朋友的。女朋友？说什么？女朋友？官宣了？你看他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约了一个人，
时间还没到，我顺道过来给你送个饭后甜品。这还是你姐吧？爸爸会想死。爸爸，拜拜！圣诞节你要来看我们哟。爸爸这么缺，太可怜了。再抱一下。是不是有点失望？米高并没有舍不得你。有那么一点。你呢？确定不留下来发展了？米高回来这段时间，挺想他的小伙伴的。对于他来说，你就是一个 holiday day。我的确错过了他很多的成长，也谢谢你把米高教得那么好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圣诞节我去看你。看来我真的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你。我相信你会遇到那个对的人。曾经的我们想拥有很多，我们努力攀爬，抓紧所有，然而回过头却发现，生活原本的样子应该简简单单，一屋二人三餐四季，这是我要的生活，和你一起的生活。宝宝，他长得特别像你小的时候。外婆给你买了好多衣服，等我们回家呀，慢慢的穿啊。哦，爸。谢谢你，傻孩子，你当时怎么就不打电话给我啊？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的，可是生孩子太难了，真的是太难了。高兴啊！你看，这么可爱的宝宝，嗯，应该高兴啊，嗯，开心。妈妈给你请了最好的月嫂，等出院回家呀，你们就住到自己的家里边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吃苦了啊！哎呀，坐月子不能哭啊！亲家母，妈，我们来了三天，等了三天了，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孩子，看一眼果果呀。你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你自己的女儿吧，我外孙和果果不需要你。妈，妈，我知道您还在生我的气。那天妍妍在家里割腕，
这家里头全乱了，是我忽视了狗狗，您要打要骂都没问题，我只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跟狗狗当面说声对不起。总得给我们一个给孩子赔礼道歉的机会呀、啊！我保证，我把狗狗接回家去，我好好伺候它，照顾它，我拿人头保证。你还不信任我吗，燕子？谁要你的人头啊？果果差点没了命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要你人头有什么用？你看见了吗？那是我给果果安排的特需病房，给他请了最好的月嫂，你伺候他，补偿他，你能补偿什么？果果已经想好了，出了院回自己家坐月子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啊！王爷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你当那孙子真强，可以占为己有吗？那是我们家的，他姓岳，你知不知道？王爷，妹子走，你这么指手画脚的！妈，你少说两句吧。他也太欺负人了。这件事说到底是咱们理亏，那果果生孩子，鬼门关里走了一遭。那确实是我们家做错了吗？这事儿如果换成妍妍，你指不定都成什么样了。我成什么样了？我没本事，你有本事，你把老婆孩子接回家去啊！你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没什么可解释的，你不原谅我没关系，你得给我个机会认个错吧。老婆，你还疼吗？我和妈一起等了三天了，让我们进来看一眼吧。老婆，你不让我见晨晨，拍张照片给我看看好不好啊？老婆，你今天心情好点了没？开开恩吧，一分钟也好啊。老婆，睡了吗？这会儿就我一个人，实在太想你了。宝妈，我看见孩子他爸呀还等在门口呢，哎呦，这一宿一宿的呀，也真不容易啊。让他进来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叫他。你休息吧，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没事，看看孩子吧。哎，他真乖啊，晨晨，爸爸拜托你啊。一定要乖乖的听话，不许闹，让妈妈好好休息，听到了吗？这孩子像我，从小就不闹人，特别爱睡。妍妍情况怎么样了？还好没割到动脉，但是孩子保不住了，昏迷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才醒，昨天才刚刚出院，到现在也不跟我们说一句话。果果，对不起啊，那天晚上……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啊，好，那我明天来接你啊。我的意思是把你接回你家，妈都跟我说了。我妈已经把那个房子拿回来了，住在那边也比较习惯。好，都听你的。那我把给晨晨买的东西一块都带过去。
伤口还疼吗？你回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老婆，我能不能拍几张晨晨的照片啊？爸妈到现在还没见过晨晨呢。那我走了，明天我来接你啊。健健，你说长得像谁呀、啊？跟健健小时候一模一样啊！嗯、啊，是不是真的？我觉得像你吗？是不是？也像。你看这嘴脸的，还是有点像果果。像奶奶，人家王燕啊，把这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啊。我养差得了啊？他们又不是自己养，请月嫂谁不会啊？出钱我也行，是不是？哎呦妈！是不是？妈，是不是？那个照片我回头发你们手机上，我得赶紧去接果果晨晨去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把孩子给我接回来呀？那果果也是发脾气，总要有个限度吧，都是他妈，还想把我们大孙子变成他私有财产呢。去，走，听见没有啊？听见了。你快点。哎，来了。哎，请问这里是玉言女士的家吗？啊。哎，您好，我是安德鲁方先生委派的律师啊，这里有一份离婚协议啊，需要他本人过目一下。离婚协议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滚出来！哎哎，爸，你怎么打人呢？我今天会滚出来！我叫你滚出来！赶紧给我滚！不然，我找一女士走的是法律程序。放屁！法律程序？你把安德鲁叫过来，我跟他做走程序。我是他的助理。你还欺负我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冷静，何先生会。哎，打人是不对的，打人是犯法的。中国人，何先生，打人是不对的。哎、我今天爸，你来了吗？你爸，协议给我看看。啊，哦，行啊，留个联系方式吧。好，这个是我的名片。再见。爸，你药还没好呢，折腾什么呀？哎呀，别闹了，你人家拼命啊，受伤怎么办呢？妈。你做饭了吗？我饿了。Thank you.
到家了。嗯，宝宝，你饿不饿呀？回家外婆给你洗澡啊。你把东西拿进来吧。哎，好。你俩回家了吗？家里舒服吧？嗯。床装好了。来，晨晨，我们试一下我们的新床啊。呀，打一个大哈欠。咋啦？这枕头给他，来，宝，我们把枕头垫上啊。哎呀，妈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。嗯，过两天我能不能带果果和晨晨回趟家呀？我爸我妈到现在还没见过晨晨呢。哎呀，这个果果还要坐月子呢，再说外面那么冷啊，叫果果和晨晨跑来跑去的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哎呀，床也装好了。这东西就慢慢的收拾，你去上班，不用你管。嗯，知道了。也是，是我考虑不周，那等天暖和再说呗。宝外婆，洗澡水热了。哦，好的。宝宝，我们去洗澡啦。哎，去吧。嗯，我去帮妈给晨晨洗澡去了。哦，那我就先上班去了。这种情况是绝对可以解决的，您放心，没问题。我没有时间跟他拖了。安德鲁，你大爷的！你想干嘛？先生，碰不到，碰不到，先。滚开！哎，打人去！对的呀！滚开！欺负我妹妹！打人了，打人了！哎，110吗？哎，这边有人在施暴。以后有话好好说啊，不能再动手了，知道吗？行了，走吧。安德鲁是真被你打怕了，我还以为他会大敲竹杠呢。爷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哥，你是替我出气。这一家不打，我知道你不解恨，都是我眼瞎，找了这么一个男的，害得你们替我担惊受怕，害得嫂子到现在都没有原谅你。哥，算我欠你的。一家人，说什么欠不欠的？我和果果的事，你别担心。但是我刚刚听说，你要跟那小子回美国，是不是真的？你这一出手，我是彻底下定决心了。你这一旦要是跟他回去，他岂不是更肆无忌惮了？我都死过一次的人了，会怕他呀？我准备办完离婚，先把研究生的课程念完，然后回家。回家。
妈，这么晚你怎么还没睡？你这衣服带的也不够啊。我告诉你啊，美国那个家不可以回去了啊，什么东西都不要了，你听到了没有？直接回学校，需要什么妈给你补。知道了。妈，你别忙了，我来吧。哎，你去一边歇着，没事，你放着，没事没事，你别收了，你快去吧，别动，坐下，坐下。真是作孽呀！妈，你心疼我吗？你这话问的，那哪有亲妈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呀？从小到大，我最心疼的就是你呀！你自己想想，你爸、你哥还有你嫂子，我什么时候对他们操心过呀？你一直都挺心疼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气，我气你这个都干得出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你自己呀？反正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个累赘，我一无是处呗，我一直给你们添麻烦，我让你们给我操心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不是那样的，妈。你能宽宽我吗？我一直夸你呀、啊，你都啊好啊，从来没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，你是夸过我的学业，还是夸过我的婚姻呢？从小到大，你一直都数落我，责怪我。安排。我小时候第一次拿了三好学生，你说，你哥早就拿过了。我长跑比赛拿了第三名，你说你是世界第一名，你也能拿呀。后来我参加留学考试，我过了那分数线，你说什么了？你说你千万不要浪费家里给你安排的学费。我真的很想听你夸我，哪怕一次都可以。你实在不知道夸什么，你可以夸夸我的新发型吗？你的头发就太短了嘛！哎呀，妍妍呐。很好，非常好，特别好。行，你这一句特别好，我会记一辈子。而且我跟你保证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你们再担心我。你看啊，这个是学校附近的公寓，我已经砍好架子。这个是打官司的律师，保证可以理得干干净净。好。Thank you.
在此刻，答案从来不用选择，只想与你一起度过美好的生活，是心中简单的歌。 I wanna be with you, I wanna be with you, 你在别处是不是也在想我？别